呢個當然喺香港好大爭議㗎啦，係咁就我個人係傾向支持嘅，但係個黨就未傾，所以我唔知點答你。OK， 即係我自己個人就傾向支持，但係個黨就未傾，就咁啦。我諗香港難咯，但係難得嚟都唔代表唔可以做，起碼嗰個家暴條例。將個同性伴侶納入家暴條例嗰個修訂嗰度咧，我哋係支持噶嘛，係嘛？其他好多立法委員都反對，立法會議會員都反對，我哋支持嘅。咁同性婚姻或者伴侶民事結合嗰個咧，即係喺香港可能有個爭議比較大啲。咁我個人傾向支持，但係個黨未必，就冇得傾，冇得揀。不過講咗我立場咧。